巧克力厚片，超香，还有那个玉子烧。对，我直接这样切了。我真的是很不会吃东西。好，拜拜。你看出我哪里不太一样吗？你是冻结吗？对，我是冻结吗？输了吧？他是冻结吗？你是来送的啊？他今天怎么夹那么水？吗？180号。我喝这杯就是日安红茶欧蕾，真的是不用挡哎，这是热的，他们喝冰的，赞。你看他的眼睛，是狗的眼睛，他像一个摇篮。Hello, Ramona. I can't shake the simplest feeling. Beyond the ghost, we stand on the opposite shore. Hello, Ramona. 小时候的童年啊，我有哎，一样哎，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爸爸的那种感觉？Look out, here she comes. The woman that I love. It's too bad she'll never know. Yeah, I can't tell her how I feel. Because she has someone who makes her happy. I'm a ghost in these walls. Or at least I try to be.'Cause I hope that I'm not showing how I feel for her. 今天吃羊宝宝，我们家只要每次要外带，不知道要买哪一件，就都是买这一件，所以超常吃羊宝宝。然后这是它的牛肉卷饼，这样看起来有点多，不知道能不能把它吃完。然后这个是酸辣汤，它上面写打叉叉是因为我超讨厌香菜，然后我跟他特别说不要加香菜。它这种边边最好吃的就是咬下去非常酥脆。我最近在追《黑色五叶草》，它是一个动漫，然后总共好像170几集，我现在看到134集，所以呢真的是看很多集。我第一次追那么多集的一个剧，但是它真的很好看，就是很值得我花那么多时间去看它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继续来看完它，然后等一下午3点就可以看《怪奇物语》，蛮快的，再过40分钟就可以看了。Yeah, I can't be the only one who got lost inside.现在在咖啡厅，刚刚去打靶场，然后换一套衣服，因为我刚刚淋湿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只能选择待在室内的地方，然后等一下如果雨停的话再出去拍照，不然连下雨天真的是超难出片的。
提拉米苏大的口味版的提拉米苏，超好吃的哦！刚刚已经吃完一盘了，对呀、啊，这是第二盘，对，我们要再炫第二盘。狗狗，然后还有面包，这是西式的早餐。然后那边也可以看到海。